都做些生生的，你嘛在大巴扎拉斯阿扎里先人乱进来，最主要是阿拉巴拉巴拉做做样啊，大巴扎拉伊煮啊，加啊哎呀呢，对面就是阿扎里先，木达就那格么领大扎先人阿乌丹诺亚，这拉巴张阿兰麻烦来做布里巴萨马古里巴加哎，那么是阿最主要伊那得得人，你嘛就大巴扎拉伊煮啊，伊布巴隆大生生安，巴祖隆都煮对煮啊。巴萨姆玛哩，巴萨哩冰吉哩，多胡哩，多伊苏苏南啊，多巴加来做哎，马来西亚伊在做啊，马山西摩洛萨来做，吉鲁来做伊那德德兰啊，斯马吉纳兰，维埃伊瓦达来做巴隆诺这些阿达格兰，萨比马扎多来做啊，7月24号多做，比利比利兰尼马在带胡古，萨伊拉登奥达多巴隆来做加新西亚马里做。第二条适用范围。在做一部分，大家思路简单，就要啥子理想度，做些拉瓦老大木门。在做一那特别特别难，一部分分多生生安，比马在对做啊，民间点么就对做啊，加狐狸，一说算多不加了加，哎呀呀，一种阿么加打不落啥走路，一那特别特别难过修改。在比马在到7月24号，伊么在带户过部哔哩哔哩兰，来做啊么阿加信息，多么多多不耐烦难，那忙起子点么就啊，几乎多比那拢安。期许就是在大家集思广益之后呢，有一些就是碰触到其他法令的部分，也希望说跨部会能够把这个法案能够就是完备的把它有些碰触的就把它改，因为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要依法行事，我觉得有法律的保障，这样语言的发展才会健全。教育现场也可以看到说语言这个部分真的有很多很多部分都慢慢的正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靠一些很多的方法，或是用一些教育的一些政策来制定，然后来保留这些珍贵的文化，对，珍贵的这些语言文化的。在那做么乱端呐？西湖啊，屋里不少的民间对照湖里这点嘛，就一对做比那就乱端嘛，三列列文那安乌文件呐，西湖。那么也对做啊，那邻居人呐，这也是阿扎里先啊，对做改革多不加了爱呐呀。一对做嘛在云南，一对嘛阿金西湖，一嘛在对做啊，这老爸爸问一对家西湖大，啊对做啊，比那个巴格兰多嘛，提嘛里嘛列那特特兰，乌拉那么不那这多改革啊，自家个呀。啥有嘛多，那么乌达啊，在做家生生那是。Labaan sejana nau tamal tima lima lito apa cara itu muda ibu warung atau itu kunring tua mal asin si itu masan si mulu sa celo leto pencian papan za tua itu aku syukai ula ila dengan tua warung no jasi atakala nama santal sa maling jeli leto huli zaya mai ibu warung asus ngan.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补强官方版的内容，第二个是我们确定了确认了。族语发展必须要法制化，这是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是凝聚了由下而上的民间的力量的产生。Saya juga baru ni amat jauh tu pimazan no cai beli laki la setem betul tu itu amal a ibu baru tu apa cara huli saya sauli pak maza tu itu cari puing as cari sian pak kusu kayo tak pimaza tu itu cari puing ulah pimaza tu itu aku gatu sesizen apa sah nai jeng wuyung hoya sin sa tu itu seng sengan pak cara itu cari minjil tu cari huli mai ibu baru aja ayas cari sian di jepang apa cajalun.